俗话说，三分做事七分做人，做人必须懂人情世故，不然就会被边缘化或社会，关键是要懂得人情世故。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。人情这两个字，现在解释起来，包括了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。懂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要懂得人，要懂得事，就叫做人情世故。过去的中国人惯常说人情往返千里，所谓人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情世故，而所谓王法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律，因为是由以国王或皇帝的名义颁布的，所以在过去把法律叫王法，而千里是宇宙的规律。总之，三者表述了三种社会行为规范，人做任何事情都得服从这三种行为规范，符合人情、王法、千里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人敢去打破，也不能打破。它强大的生命力是几百代人灌溉出来的，根深蒂固了。人情世故在中国就像张大网，铺的哪个角落都是，并且没有卖理，理不了，逃不去。看看下面老祖宗留下来的人情世故经验之谈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